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ちらはコピアサナエです。今日は2023年10月14日で、2ヶ月ぶりに甲州駅に来ました。このビデオでは、東方イベントに参加するために南昌へ行くと列車の乗車記録をお見せします。それでは、駅に入りましょう。今回乗る列車は18時38分に発車する T172 列車で、終点は南昌駅です。京港線と古今線を経由し、翌日の朝6時半に南昌に到着します。今回の待合室は5番待合室で、少し距離があります。私たちは待合室に到着しました。現在の時間は17時46分で、出発までまだ時間があります。しばらく待っていると、改札が始まりました。列車は1番線に止まっていますので、まずはホームの先頭に行って、機関車を見てみましょう。今回の列車の機関車は、シャオ38型電気機関車です。今回も前回と同じく、25系型客車に乗ります。それでは、車内に入りましょう。車内に到着しました。列車はもうすぐ出発します。今、ドアが閉まりました。車内に戻り、列車の出発を待ちましょう。18時37分、列車が甲州駅を出発しました。南昌への旅が始まりました。列車は現在も甲赤線を迂回す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直接に北向かって京港線に入ります。
この区間はあまり速く進みません。間もなく列車は工事中の新駅、甲州白雲駅を通過します。現在、列車は甲州白雲駅を通過中です。ここはまだ工事中で、中には明かりもありません。甲州白雲駅を通過した後は、何度も通った蛍光線です。今日の夕食は、甲州のイオンモールで買った寿司で、価格は20人民元です。味について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ので、評価は控えます。列車はあまり時間を経ずに甲州市を離れ、西院市に入りました。夜なので、あまり撮影しませんでした。旅客们，列车即将到达韶关东站，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下车时请注意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列車は今夜の寝る前に唯一の停車駅、
小具安東駅に到着しました。現在列車は小具安東駅を出発し蛍光線上を進んでいます。这个内容行，他发了这么快还出站的，しばらくすると前回来なかった場所を通過します。それは学章付近のダイヤオ山トンネルです。ダイヤオ山トンネルの全長は 14.295km で、2000年までは中国最長の鉄道トンネルでした。13.87km の北陸トンネルよりも少し長いました。その後はもうすぐ眠る時間ですので、皆さん、おやすみ。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現在は10月15日の朝で、列車はすでに江西省に進入し、あと30分で南昌に到着します。現在、列車は江東駅を通過しています。ここを過ぎると南昌はとても近くなります。
可以了吗？可以。可以套上去吗？可以。这个车说实话坐的也舒服，也不舒服。嗯。睡觉不舒服。先叫他开空调，那么冷去了。那么冷的地方，像在冰窟窿里睡觉呀。6:40快50了。6:40，列車は南昌駅に到着しました。今日行く場所は一つだけで、幻想霊月園というの東方イベントです。すぐに南昌市営地下鉄の駅に到着しました。今日のイベント会場へは地下鉄を乗り行きます。今、地下鉄から出てきました。イベントの開催場所はこの場所で、ホテルの会議室の中です。付近で朝食をとり、すぐにビルに上がりました。おそらく早すぎるため、ここではまだライトがついていません。隣には、ここに幻想郷へ入ると書かれた看板もあります。
イベント会場は18階にあり、窓から見る景色は素晴らしいです。しばらくするとドアが開きました。私たちはまず、サインウォールを探し、そこに宣伝用のグループチャットの QR コードを描きました。イベントはすぐに始まり、会場の様子はおおよそこんな感じです。隣に大きな机があり、大きな霊夢の雲といくつかの小さな雲が置かれており、別のテーブルにもいくつかの雲があります。私はパノラマ写真も撮りました。大きなスクリーンでは、無双歌経が流れており、隣のテーブルには、たくさんの本が置かれています。その後、私はミネラルウォーターをもらいました。これは、厚生省で有名なミネラルウォーターブランドです。ただし、このパッケージのスタイルは、外で販売されていない。会場内で無料で配布されているだけです。では、次に雲山の全体を見てみましょう。雲を置くテーブルの隣には、このようなフランもあります。昼に近づくと、会場はだいたいこんな感じになります。私たちは会館に降りて食事をしました。食事が終わって戻ってくると、誰かがテーブル上の本に高等数学の本を混ぜていました。この時点でサインウォールにもいくつかの筆跡が増加されています。その後、A や小のリレーが始まりますので、どうぞお楽しみください。難度为N 难度。虽然是 N 难度啊，但是啊，毕竟考虑到大家的啊水平嘛，对吧？目标啊，能N N就N N，不能N N就混混，反正别输就行。好啊，学生啊，学生准备好了，给别人开始了。看样子大家选择的是灵机，灵机梦机梦机在有些超的诱导是非常管用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有诱导可以轻松的很多啊，意念也就这样，对，特别难的。在这个地方有些超有特殊的机制叫做夜点。熔点怎么说，就是你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有个叫 time 的地方，这是和最终的结局相关，每一次如果玩家集满
那么每一面就会只过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如果没有挤满，就会过一个小时。如果在有点听清吗？啊，如果在就是在四点之前没有达到六面的话，那么就会进入 dead end 啊，或者是 normal end， normal end， normal end。从这里就从这一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诱导有多强。总要用同样用的诱导还是很强的，这样然后面几周的诱导还都有都没有的。哦，怎么下出来都不一样？不过还好，有的超声资源是偏多的，所以下出来都低音问题不大。这个在盘里唯一就行了，但是不拉不倒不是特别的难。然后不倒距离啊，哎，小心 C 区，小心 C 区怎么不明白？轻松拿下，现在来到了阿飞。基本上就是一个固定大家一个随机的黄蛋的那种配置，基本上N 难度也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就是控制种宽嘛，是这样。因为确实今天的话，一般来说没什么问题。然后来个中服，一面中服是一个那个幺三代的设计，然后控制好位移角度，别一下子位移太多的话，应该也是没什么难度的。不过这是力量的小事，万一如果被封死了，可以适当的往上钻一下，没必要就待在哪里。虽然说也不是很坏，不是很大的问题。好，一面嘛，一面已经遇到问题，鼓掌一下吧。现在是 last word，last word 能说吗？这是一个快速的被交叉弹的 last word。这是一个属于故意撞的，不要故意撞就行。nice， 好，这次一面过了，现在有请二面选手。啊，对不起，多吃一点。二面选手是肖一斌，那是一吗？是。好，咱们进入二面吧。二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从11:30到了11:30的这个时间，就是因为上一在一面我们设这个挤满的 time， 所以就只过半个小时。这个其实可以直接在上面收点，所以这个玩家愤怒为什么不收点？可能我们的选手比较稳健吧。太明显了，太明显了。集合到中央领队成绩。行云流水的倒啊，那就是里面超过六，那会给你倒大一场，过程你知道吗？燃烧到底是什么？一般情况下不特别高，不会像某些作品一样出现低级的情况，点名是一红六，好厚重六。像这个在红。里面说有两个状态，一个是腰状态，就是八一四九状态，那个是灵梦状态，灵状态就是现在灵梦的样子。而像这个对面的腰子会放一个白色的灵，在灵状态的蛋会直接会攻击灵，灵是有判定的，也有体质伤害。而在腰状态，灵是不会被碰到，也不会被那个攻击到。所以如果想要那个快速击破的话，可以直接打那个后面的放出林的敌机。现在进入小碎骨的第三步道，是一个也是一个交叉弹的设计。有人说一面第二面怎么这么多交叉弹，被交叉弹那风还是蛮大的，固定的很轻松的就收了。现在就是小碎骨
啊，有头多，这是家好吃的。头多，但是不一般啊，空间还是比较大，只要别乱动的话，一般也是赚不到的。看着我们的选手还想擦一下的样子，哎，自信开低风了。不过他有一套低风套还可以拿到更多的赢点。所以在一二面玩家会经常选择低风，不过在这里当着很明显的避了起来，还是选择了开低速模式。他太稳健了，跟他前面一样。哎呦，九点血，差点浪子血。这是一个故意半加一个随机半的形式，后面还是蛮大的。哦不，但是机相关就是狙。哎呦，刚刚没有用高速模式打在他这里，浪林把弹幕给放出来了。但是你一般会选择把打掉，比如说像这样，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在放弹幕。这是标准夜盲症，是属于一个机狙，只要玩有一就可以轻松躲过。就说视野会进步一点。现在视野小剧组的夜盲症触发视野进一步大。啊，小剧组的这几张图卡都是属于那个机狙的状态。只需要，因为弹数比较低，所以难度不是特别高。好的，恭喜一下，恭喜一下我们的二面选手成功了二面。现在来到了三面，是零下选手，零星的零，零下选手。啊，第三面三 v 三，三残，资源还算丰富。三面可以在这里获得大量的武力，特里波尼 ，nice。五元超和后面几座的作品不太一样，五元超这边是按照中蓝点的数量来获取残机的，在中了250蓝点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一个残机，这个终点数量会随着残机不足数量，残机获得的数量会随着游戏进程慢慢的变多，所需的得点数量会慢慢变多。但是一个人只需要那么多点，那么多点就越来越多的。这是老师的第一张图卡，也是一个偏向于不一般的，再蛮犹豫一点，虽然能够躲，毕竟也很难。这是一张基因居家加大玉基因居家不一般风味的一张图卡，有需要注意大玉提前那个找到不一般的缝是比较不靠谱过的，比较我们可能稍微考试要提前注意大玉的位置。又来到了太平飞行阵，在一大堆零杯赛的时候击破后面的妖精，很壮观的终点。和一啊五 B 三，不啊五残三 B 见老师，四 B 啊变八嘎了。这资源还是非常非常多，你后面其实不孤立，只要放，只要别浪，一切都还好。只要把四面这个速度比较快。在没有开 snow go 的情况下，是很考验比例的一张卡。张卡没有什么特别难点，就是一点就完事儿了，让飞火。好，现在到了老师的第一张卡。哎，小心！这个要及时的穿过去，不要被两边的封在中间，两边的子弹封在中间就不太好了。这张是一张。自己居是对，这是一张自己居家里加上去那个偶数那个叫什么来着？
固定单投背的同学吧，注意中距就能很轻松的收取。老师的子弹都比较形状比较固定，但是都老师的一般都是一样的，稍微扭一下就是可以扭过去，就是速度相比其他的要稍微快一点。这里要主动的往中端注意大玉，不要被背力好摔，好摔，没事。哎，这边行。哎，我们这般一般的打法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选手选择了蓝底，哎，也不错，很凶了。哎呦我去！这是一张幻想天环，这里有一般玩家会选择擦金光的，也是一张居家布林娜公会的折法，注意激光的位置，不要在有激光的时候封住了位置，很好打的。那么进入了那个拉斯沃的，老师拉斯沃的也是一个激光，不要注意躲激光的时候不要被子弹给打到，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好，轻松的收取，就是成功突破了，我们恭喜一下选手，恭喜一下选手。接下来四面的压力就蛮大的呀，咱们要面对魔力差。四面的难度会陡增，相比前三面。欢迎我们的四面选手重新。从我最初讲，可能重新选手是魔力杀手。魔力杀手，魔力杀。对。魔力杀这个魔法是最厉害的，你知道吗？你一飞弹不出去，你还同时还要一战激光的位置。从四面开始难度就急剧上升了。当然有梦机林梦在的话，这个诱导强到。大幅度降低了游戏的难度。如果用其他的机体在这里，如果没有及时的将那个移机击破掉的话，会产生很多的弹幕。而诱导在这个地方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给不太清楚的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就如果说你在开始选择自己的时候，你选择不是灵梦的话，那么你会那个叫灵梦，那如果你选择灵梦会打魔力杀。能再看一下吗？看那个移机暴雨的地图怎么打算。现在资源还是很多，争取选手 N， 毕竟是 N 难度嘛。我觉得保守一点好了，该放地上还是得放，该放地还是得放，对对，别放地上了，不要找残，你后面选手不要有太大的压力。看一下，三这里如果用魔力杀的话，很容易打不爆这两个叫啥来着？上下有弹幕的时候打不爆这两个，只要你留到这两个，这就是吕布的好处。就是吕布的能力，吕布的能力。莎莎在什么来？莎莎被莎莎。可怜的金发小女孩就要被打了。金蛋有点扎眼，速度比较快的金蛋要主动上抓在这个地方，而在因为我自己打的时候，我很容易被慢慢的就被金蛋给压下来，然后在板底就被封死了。丢，那是好，第一张牌是我让我过去，然后第二张图，第一张不小心受伤的星星，星星在中间的，哎，小金，哎，小金，哦，漂亮，漂亮，那是。选手还是我的朋友体验，抓呀，抓得好，好。二分一是一个限制走位，你知道吧？缩身要缩小嘛，对吧？哎，可以，也是，没也是穿过来了，穿过来了，但是还是放得出来。穿过来了，还是放，也是穿过来了。魔力杀做得到吗？魔力杀做不到，魔力杀放不做不到。哎，这要往上钻。往上钻。小心。啊，准备把本体击毙吗？啊？这么帅的吗？不可能。魔力杀打魔力杀真好啊！哈哈。现在魔力杀逃跑，我们吕布要去追。在这里，小心那个妖精的自己狙，
快速进去很容易被风的板左或者板右，要在合适的时候进行一个板底的完了折返，对，折返啊，解说员的水平不是很高啊，还请谅解。现在魔力他的飞符啊，这是张也是一张很低比例的符卡，我想比张符卡的难度并不是太高，而但是弹速不是特别快。哎，魔法，葫芦宝出了，刚好在那个对话的时候，还好是在对话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 miss 了。飞力像激光，你这里向左走，再到右走，第一张激光是下雨的，当然也不要被第一张激光给撞了。激光风会，然后穿星星，要主动去穿这个大的星星。大星星呢，就小心，大星星就中间的那个白色地方是有看。机器的几个角是没有看的，在纽约超的这一个上帝不错的决定，在纽约超这个作品中魔力沙相比尼莫有个最大的劣势，是它有一个在或者说在纽约超有个独特的机制叫做绝情之剑啊，现在它 Master Star基本上影像魔法不会 miss 的，我不知道要擦魔法吗？好不擦，太危险了。这个不是边擦的东西。确实啊，然后哎呦，然后这个斗屏抖得很难受，是不是？难度高，就这个斗屏抖得很吓人。然后那个说回来，就是这个绝死结界，就是让你中弹之后会有一个结界来。先回到你的另一个机体，比如说现在是魔力沙，是尼莫和子，然后在那个被中弹之后会切到你过五十秒，是几毫秒，在几毫秒之间，如果你按照 B 就能放出绝死，而在其他的作品中是没有这样看，你表现很漂亮，可以看出马上切到你过就放了一个绝死。这大幅度的降低了游戏难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看好 ，Final Spark 这个魔炮是会追踪的，会有一定的追踪效果，是要隐一下的。哎，可惜了，因为可惜，这个毕竟是 Lost World 嘛，没那个。好，让我们恭喜一下，恭喜一下，非常强悍的实力，已经很厉害了，自卑不如自卑。现在来到了五店，是小女啊，六残两逼进五店啊，还不错啊。这个资源其实都蛮丰富的，资源已经很丰富了。只要没有太多的失误，一般来说都是没问题的。其实，在永夜超使用理工机体给了很长绝死时间的情况下。其实只要在及时把崛起的按出来，那么问题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掉残的，而一个残能提供两个兵，而在有些超使用崛起的时候，因为有崛起时间增强的这个 buff 在的话，会同时消耗两攻。在这里及时击破中间的小兔子妖精，可以尽快的击破旁边飞舞的灵可以尽快的减少敌那个子弹的数量，可以降低一定的难度。是。小老弟，怎么回事？弟的波卡也是偏向一个交叉弹的设计。交叉固定弹的设计啊，看样子这个有上 A 有没有 A 碰到了，就是说这个信息六 B 了，要注意一下。现在只剩光板一个了，就没有绝死了。我稍微注意一下，要及时我碰脏哦。帅，好，奈斯得到了一残，这个七个残了，这个还是相当丰富的。其实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拿个残换币，
但是我一般用打喷买的。一般在打喷的时候，在使用 B 的时候会得到大量的喷，所以有一些玩家会因为 B 没有了，会故意撞来获取更多的 B。也有一个打法，就是你故意撞，你用的故意撞，可以尽快获得 B， 然后再送过我们这副卡，可以降自己的压力。大部分人应该都是选择硬刚的。是啊，毕竟打风还是少数嘛，对吧？我有时候偷奶的时候还是抱一下，拿两个币接触过了。打风币，哎，获得了一次绝死的机会。如果有，哎，你输入法用出来了。现在是林先生一飞，也是一个偏向于反夺移的打法。横过去呢，到很轻松的身了，在少年这个林先生叮当组长在红点的时候，在换幻视的时候是没有子弹判定的，所以大家在换幻视的时候尽量往上钻，钻的越高越好，当然也不要碰到密集的大步。然后此来躲过很难躲的招财袋。现在到了林先生二飞，是偏向一个自己区，然后反底位移比较凌乱的话，就没有什么那个太大的问题。很好，很顺利的躲过了二飞，进入到了幻视之律钓鱼钓鱼。然后不要及时的往上去，要及时的往上钻。哎，下出来一个 B， 下出来。在不满一个 B 的时候，绝死仍然只消耗一个 B。哎，没有，绝死了，可惜。没事，咱们还有很多。没事，还有三个。对。要及时往上钻。好，那是。可惜啦，不过基本上成功。这也是一个偏上区的一张限制走位的卡。然后反毒鱼也就能躲过的，毕竟是局嘛。你要是机区啊，什么都好说。毕竟在这里没有什么限制你的走位的东西，然后反毒鱼就能走过，很轻松的啊，进入到了我个人认为比较糟心的一张卡，因为它是四个风扇都有大幅，所以非常难躲，要利用在幻视的时候的无敌时间来躲。放出来呢，好。漂亮，这时候绝死绝得好啊！有急迫了，急迫。双方不要急将军卡需要记一下那个敌弹的位置，因为他会在幻视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来着？隐身敌机的子弹，因此很容易出现啊，幻视一结束啊，刚好撞到敌机的子弹，所以这要稍微背一下敌机子弹的位置。单做出卡难度来说，这大部分难度是很高，但是就是要背这个子弹的位置，不要啊，幻视一结束就撞到子弹上面去了。很轻松的收了啊，进入拉斯沃德，有点像合成的那张大瀑布，但是这是一个横向大瀑布，哎，可惜了。那我们恭喜一下，上的可以让我们的五面六面选手来选择。好，那么恭喜一下小雨选手，非常强，非常强。打翻斗 B 还是翻斗 A 啊？选择翻斗 A。翻斗 A 打的是永林 A 啊，进入经典曲目1969啊，南昌活动有个老传统是听歌猜曲，然后其中有一首必放的曲子就是1969。然后答案是不是要听懂从1969还是1970里面选出一首，它属于传统节目身上。你们真厉害呢，我搞这种东西。这是高速的区，再加上一个低速的空位啊，难度应该不高，只要尽快的击破就没多大问题，就没大多大的问题，根本就不会有问题。OK， 我们已经来到了七个残，那么接下来其实你要一道可以打过去。是，那其实走在那边，哎，小心，小心，高大高吗？
南蛋是一个自己居的广泛居，它是慢蛋，所以要引一下。我们的选手选择直接蛋。然后湖中的天地是一张比较恶心的居图，它是限制你的走位，然后使用米蛋进行一个居。可以看到它的是四方都来的子弹，是非常讨厌这张图上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一个走。哎，躲外面去了，哎，穿进来了，漂亮，太帅了，好一个神穿，神穿，咱们都是高手来的。之前我看过几次经典，大部分都是以虚盘构成，但咱这一次给了这么多钱，毕竟是很难的。对。我的中国心来了，太厉害了！这是一飞是一个偏向于体力的一张卡，只要在蓝底就能有风躲过去，不要慌。哎，可惜啊！哎，绝死放得好，对。这是有名的二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魔法，只要注意的是，飞过来的类似于玻璃的那种米弹，不要被那个打到，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蓝弹是封你的走位用的，生命游戏，这是一张封走位再加那个大绿的卡，中绿和大绿是需要防御的对象，小心不要被中绿和大绿给撞到。哎，大玉旁边是没有那个看地图，大玉只有中间的绿色的透明部分是有看地图，在白色的部分是没有看地图。红墨山楚啊，红墨山的大玉看地巨他妈的大，红墨山的就是玉，只是大玉之一。现在是有名的三黑，也是注意把大玉避开，然后小心的捏着子弹。哎，直接插过去了，对，快的。哎，对，你看，由于子弹速度不是很大，所以还算比较小。来，我这张，卡是非常讨厌机身走位的一张卡，是如果你没跟上的话，很容易被两边的子弹崩死。你说，这也是很容易出现杀的一张卡，因为第一次打这张卡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走位，就很容易被崩死。漂亮。好，现在是四飞，背面是奥洛和登月的画面。交叉弹需要及时往上插就行了。天主阿波罗十三，阿波罗十三号是一个出了事故的登月，在登月途中。阿波罗十三号的登月舱出现问题，哎，炸了，所以被认为是一种诅咒。这也是张卡的名字来着，哎，再炸，哎，穿过去了，漂亮，穿过去了，这是一张反，不是你们有一张反，是有灵的增幅。有一种打法是，就是使用大力，就是把所有的飞符要拿灵给击破掉，然后就不会有难度了。对，然后需要的大力，就只需要我灵大力。这张符卡的机制是，大力碰到的灵会发弹幕，如果没有碰到这个灵，它就不会放弹幕。如果把这个灵全部击破的话，那么就只剩一个友谊在你孤零零的丢蓝色，就是太可惜了，因为。毕竟恩南度的大鱼还是太多了，想要慢慢拆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张凯，我还在黄海拆了一部分了。张凯，有位机师曾经在这里出过大问题，就有一个借名也叫做恩南度大鱼。就是因为大鱼一般很容易躲的，哎，可惜了。那位机师很厉害，但是撞到了大玉上，对，但是大玉下来后，他直接干拉到大玉了，可是，哎，可惜，哎，是漂亮的，漂亮，就是肯定是头部决定的出战张图了。OK， 漂亮，通过，进入 Last Model， 蓬莱之钥。
里是一个很考验走位的卡，是要求机师在激光和米弹之间来回穿插。不过在 N 难度的情况下，来了高速的椭圆弹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改变位置，所以你要爱看一下在激光了，很容易在躲椭弹的时候撞到那种交叉的激光。感谢由16位选手给我们带来的 FPV 接力，我们很顺利的通过了非常困难度的接力，还有五个三机，各位机都非常非常强，真的。啊，那我们打一局，人打一场面吗？有没有机师打一场的？有没有大佬打一场的？没有算，没有算了。现在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上周然后后面来的一波也是尽快击破，如果不击破的话会导致反面流程当中太多，会影响后面一波的接力。你不能积极，优势就在这里，别人子弹都放不出来。诱导墙，这里如果不及时的击破要这个敌机的话，会有很多的固定在两边上的进水弹放出来。在打野有个超级原子，最大的要点就是尽快的击破敌机，而林梦的诱导很好的帮助了实现这一点，帮助了这一点实现。大大的降低了都可以说。如果你用魔力杀的话，你还慢慢的一个一个打。但是魔力杀的火力那也是很高，因为很多大佬或者说打什么都打分的时候只能用魔力，然后后端一般用你没用。好的，来到了 EX 老师更高速的自己区，再加上一个分弹，普弹是自己区，然后米弹是固定弹，准备切到中间，照样好完美的收。这个要实时的往下钻，注意看它从下面往上面钻的大斧，给人一种奔驰的感觉。哦，这个中力也是一样，很出面杀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在第一次打钻的时候是不会注意到这个中力的，然后钻面开下的时候突然上面来了中力。在这里要其实拿起火弹，回弹的是自己狙，要像这样，很容易在躲火弹的时候被米弹撞过，米弹是被火弹撞，不过还好同时放出来，没问题不是很大。破敌机，避免弹幕出的过多。刚刚的投篮也是局，在板底位一边被封住，要准备折返了。可以看到这个弹幕数量显著的增多，但是很容易被封住，在这里刚刚显示就被封住了。要及时躲板躲到中间了，给更多的站台的空间。他选择躲到板底，这是安定点吗？居然是一个安定点，惊了！在这里居然有弹，因为这是固定弹，固定弹有些地方是绝对不会有弹幕的，所以很轻松的在那个安定点。就毫无压力的走过了那个很难很难的关底要求，现在进入了背后。背后是第一张卡，这个刀弹会
在达到板边后会返回来，所以要及时返回，从这个及时助力从板边返回弹，但是滚这个弹的时候又容易被这个中间的固定弹的这个米弹撞，这个米弹就是用单纯的用来分位的。还好收了，不过至少绝死了啊，不掉死那就是你。二飞相比一飞更随机一点，但是速度慢了下来，只需要注意一下不要在那最高速的那个弹的时候撞到就行了。二福蹦地天翔是一个机器狙，超大的机器狙，一个凤凰。哎，可惜了，被那个插到了，被火弹插到了。在这个福卡的要领就是及时的如何去引那个凤凰，如果凤凰引得好的话，就会在当盘会简单不少。进入三飞就比较怪，就是也是有更考验选手的体力。进入了贝斯的第三张牌，第三张对吧？在内红有一个小跳跃策略吧，就是他的凤凰的翅膀是有攻击判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的选手选择了一个非常稳妥的打法，就是逃课的打法，就是专门在上面上臂打他的翅膀，就会基本上完了绝大多数的弹。但是三倍数里面弹幕更密了，不过弹数也显著的降了下来，然后在板底位移也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看样子这里并不是安定点。哎，我们投影仪好像没有效果，上面有点看不到。这里在板底位移，因为这个一弹是固定弹，只有米弹是狙，所以很容易的就击破了。横底一张飞符。不要被激光吓到，因为很多人在第一次打这个时候看着激光扫过来都下意识的去躲了，如果你去躲了，那你就要被中骗了，因为那玩意就是纯吓唬你。你要在激光判定的时候要去往激光来的方向进行一个穿，不然它就会撞上激光，而不要去往激光的就是方向去躲。哎，这个看是不是把集团来捣乱了？看我们选手又选择了为逃课的打法，不要打翅膀也是有伤害的。可能是刚刚有点被封死了一样，还算顺利的招了。魅红和我们的选手各胜四个台，考虑到有绝死的结界的情况，其实那资源还算蛮多的。是一个随机弹，要往中间不要，因为中间那个中率就是避免你待在一起而动。哎，这把中枪就放了。
得非常到位。哎，天哪，这个高速度应该很难懂。这个海风快行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考验及时走位的步伐。如果走位走得好的话，会比较简单；如果走不好的话，那相当的多。哎，可惜，走得慢了一步。你捡不下来，死路上。还是两逼两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十五圈间。啊，这是一张很考验规划的卡，你得把，你得规划一下板面怎么引单，因为会有大量的弹幕留存在板面上。高速的苦弹。不但是机具，它会根据自己的位置来判定这个释放你的位置。现在进入第三阶段，是一个爆炸弹。这个阶段相对而言难度并不是特别大，毕竟高速位移就能躲开大部分。当然到后面也是，只要你就不能慢下来。第四阶段，哦不，还是第三阶段。哦，这是第四阶段，我没记错。那其实此时就把前面几个阶段给严格压力了。一收了，到了，没收，我刚刚放的也是。功夫不难人行。两边的机区要看着你推你的车才会再回来。你看现在来风队了，只要哎，可惜被你干断了。现在刀弹也是一个机具，只要注意躲的话，应该问题不是很大。现在敌人血条已经不算特别多了，自己可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但是他要击破了，击破漂亮 ，EX 突破了，让我们恭喜这位选手。我靠，牛逼！请问一下，选手你的 ID 是？好，感谢各位选手，来精彩的云月从 EX。聖夜ショーが終わると、次は飛行減速の試合が始まります。两边都有点喜欢来乱斗，喜欢你。两边现在都看不到自己的步伐，小林继续给大家起身，组合明线的正逆向，小林先逃了出去，现在明线反压一波，被小林逃了出来，还是被打飞。李雨天加强角色的必杀技，啊，魔术无双药。好，但是其实还是被摸带到，没有带走一丝血。小林还有一半的血啊。好，被小林摸到。接下来看到第二局。好，小林继续用正一下。小林在离线头上飞来飞去，啊，一些不知道飞去南北。
因为跟他弄湿了一样。一些血压低，不太健康。还有九十寸布吗？小林继续压制，给林先跑了出来。我们打到，我们现在林先血量非常危险，被压制，被压制，白玉之前，好，闪电带走，我们恭喜林先选手获得胜利。大战的话就没有鹅的味道。原来是我们 PUBG 的主场。好，现在的话给您实时进行压制，就进行反击的一个敏感反应。这里的话双方使用的选择的，看你们都没有影响什么压制。他就立这个进攻非常系统，一直在弹幕骚扰。每个弹幕也有特色，他的 C 弹也是那个彩虹一样的，特别的强，能够抵挡很多的弹幕。然而帕丘利的则是有更多的数量，强度也能够有一定的保障。好，进入一次压制的游戏，然后帕丘利还是出来了，可以继续关注了两个场面。我们辅助选手血量很健康，快见底了，赢你也不多了。继续被主动摸头，好一个，好一个，秦南天带走吗？好，刚刚好，刚刚好险啊！秦南天的话，大家是看不到图卡的，也就是说开的什么图卡就是抽奖了。成绩非常好。刚刚那一刀也是带给我们无敌的，所以说能够成功的打破了刚刚压制的局面。好，这里是空中的打击会导致您的减少，是不会耗能。双方在一阵力回，咱们中国鸡蛋这个大球力的弹幕特别满的。要减少突破的缺口的话，多尝试 C 弹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吧。压制逃了出来，好吧，在反边同时落地的时候可以接着 A， 这样来点那个下盘。咱们的红师傅点下盘的能力还是非常的。持续的一个地板在反边的压制，而且给人的空压也是十分有分量的，能够让人一直待在空中，同时也能够。好，这里很漂亮的一个音响，其中的一个正面图。好，最初的飞飞上天的时候，马上带我跑，美丽马上也打，还差一点，还差出一点点。啊，还是空中的弹幕上。对，帕奇的弹幕就是以多而且很快的。就是放在天后面，其实也可以打掉了。所有角色在被受到击打的时候，会所有的弹幕会被清除掉。持续的飞翔，但是两边的话，帕奇他们的队是有点欠火的。尾翼的突入，然后刚刚尾翼是想放更多的，但是也没有完全放出来，所以持续的压制，落地然后勉强起身，然后全力去压突。现在进入板中的正面一回，哎，激光台风，激光到进入台风，现在就可以拼伤害了。双方就开始要么拼伤害，要么拒战。他这里要拼伤两张卡，这张卡可以为自己抵挡伤害。抵挡伤害的同时，也就保证了自己的进攻了。但是在台风天的作用貌似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台风天双方都不会有那样的影响。现在就是双方血量都开始有点不健康。看谁先看到谁呢？几乎都是能够一套带走的这样的程度。稍微有一次机会，哦，一次机会啊，还是读书的能摸到。现在的话，双方的资源，美林的话使用5张卡，
就是资源如果摸到了以上的话，能够把 SC 导出来，会有很多的收益。终于摸到一次，每一个都成功打出一道伤害。现在的话要使用黑塔吗？黑塔现在已经攒得特别准了。哦，天龙用出来，天龙打的方，可惜没有过去，但持续压阵也算是比较。现在天际是一个烈日天，我们选手在高空的时候血量会持续下降，相对的攻击力也会有提升。哦，现在帕奇的血量也是见底了，能有一次摸到的机会，那就能够进入到下一局。哦，这个哦，零了一下，在刚刚帕奇落地的时候，林立就已经见走了。这样的话，美林在攻击用那个单步攻击的话，就能够带上一下那个火灵的属性。哦，花云天现在是比较特殊的天气，体术大概也可以躲被躲掉了。这样的天气的话，最多的时候就大家会互相冲击。哦，找到机会的话，能够用体术摸到，然后可以进行压制，能够有收益就很不错。好，美林持续的压制，同时抓了一个瘦身。对，这里帕奇的话是起身不想起跳的，但是被美林给挡了下来。好，施满了一套那个弹幕，帕奇的心态还是比较快一点。帕奇不灵了，同时持续进行压制，美林找到出口，终于能够逃了出来，有一个机会反挡的。手上捏着的人海晶就是特别久了。只要他有一次摸到一个下一个机会，那就可以把乌卡打出去。哦，摸到了，这个乌卡终于打了出去。如果说交给我的话，哦，还有最后一点点，也都是最后一次的机会。好，一个手卡，哎，没有接上。哇，现在双方都是特别危险的血量了。哇，其实肯定都是最后的一点点血了。刚才小弟还是选出了自己的主力角色模拟杀。
四次改编。好，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开了一个损耗，防止你一道伤害，差一点点就被魔力大师拿下。我还有几个，不然的话一比一，看我们最后一局。是我们的医学学习，还是因为绿色的带动，带动天气。他说一直走换到很多钱，然后很大的东西，想开一张三卡，打断了。冲出去，但是被挡住了。现在的决赛的话，由京城由拿了好几次决赛冠军、全国各地踢球跑的依兰选手，让我们刚刚拿到了四强第一的选手土多选手，由我们来决出真正最大的冠军。这样的对决的话，对于土多选手来说是有点压力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上大荧幕来打球啊。像之前依兰选手的话，在长沙还有开体店都上到了那个大荧幕上，因此今天比较更为富裕一些。这里多选手还是做有压力的，因此把卡都话都说出来了，你在伸手回撤。哇，哎，那个许哲和奥拓还是不错，没能挡上没办法，就是许哲有点高，但是现在还是没有走出来。刚刚米莎现在在高，他说终于停住了，但是每年只在增加质量。哎，李博的话，李博的话开始连转，这个时候，哎，李博的话空掉了那个球卡。放出来的是没有打对吧？特别可惜。当然了，莫里莎他的卡的话，伤害比常规的特别高。莫里莎为这个特别高，可能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这是我本地的，你自己的题。另外他们俩还有。压力有点大，天哪！
Yeah.
我给他做的啊，加的最大奥是哪个？我给他做的位置吧。好，他就好像假的，小戴你可以理解。恭喜咱们的依然选手拿下这次江西 THT 的冠军。这次南昌 THT 冠军的奖品是飞翔天泽的 OST。 对于这样的奖品，依然选手你有什么感想吗？伤口很浅，莫要起身啊。では再びサインボールを見てみましょう。その後は休憩時間があり、そこで一つの作屋が必死に叫び声を出すおもちゃを押していました。多くの人が見に行きました。その後いくつか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が行われますが、ここでは解説しません。皆さんは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一下情况吧。
有请，来大家掌声欢迎。清唱，十分佩服千夏的勇气，请大家为千夏再鼓一次掌。热闹的节目让人想要多举荧光棒来打 call， 但如果打 call 就像节目一样热烈呢？用我它来打出自己心中的感情吧。下面有请西里省审查官洪美玲为大家带来的我它一世界的选择。关灯，关灯。
も私のすぐ近く腕は深く息をしているこの心の中では私だけそこに残されていると思うほど今日の記憶の中では少し優しい想いのサインウォールの様子です。数分後、私たちはエレベーターで開花に降り、出発する前に窓の外の景色も撮影しました。最後、私たちは地下鉄の駅に戻り、帰りの旅に始まりました。すると、私たちは南昌駅に到着し、ここから前に南昌駅の広場があります。
市は南昌駅に入り、戻る列車は T171 列車でした。しばらくすると、改札が始まりましたので、私たちは降りて、ちょっと写真を撮りました。列車は南昌駅を出発し、甲州への帰りの旅が始まりました。行くと同じ道を通るため、ほとんど写真を撮りませんでし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列車はすでに14日の夜に通過した甲州白雲駅の近くに通過しましたが、しばらくすれば甲州駅に到着します。
朝の6時37分に、列車は甲州駅の6番ホームに到着しました。これは私たちが前回上海に行った時に出発したホームです。それでは、今回の南昌旅行はここで終わりです。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